平时点外卖吗？你平时点外卖吗？我平时我给他做饭。纷争开始了。他也是平时他给我做饭呀、啊。我每天睁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闻到饭香。啊，我们俩是同时睁眼，那没办法。就是我醒了，我一睁眼，那没办法。就是我醒了，我一睁眼扭过去，刘德海慢慢把眼睁开，然后他睁眼的时候，我刚好醒了。我们两个就这深情对视。啊，每天早上，然后互说早安，就是两个人眯眯眼睛全睁开了，然后早安，宝宝，早安。你要算着他起床的时间，提前起来给他做饭。啊，你可能比较自私吧。没有，就是就想睡个懒觉。我们家有保姆，我们家早上有保姆，找保姆就会给我们提前弄好这个东西。我们也是，我们也是，我们家那个保姆还是在抖音上雇的那个，但是抖音上张雨曼，你知道吗？他天天都要做，我就会做。价格好高啊！你可以当梳，当什么？当什么？当什么？梳头，梳头，梳头，梳头是什么？伺候少爷的一切，陪一切的，陪读，就什么事都可以做。别说了。不止陪读，要伺候熟女。啊啊！你俩喜欢反吧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们都没有遵医，我都没有遵医嘱了，还要我怎样？我做完眼睛，我做完那个晶体植入之后，医生告诉我不能剧烈运动，我都没有听医生的，还要我怎样？他真的表现得可好，那就是姐夫的问题了。自己克制不住，明明知道自己媳妇儿有问题。痛。他妈，来我喂你喝吧。哎呀，你俩在干嘛？看不他。嗯，刚刚好。我真想给你挂了，我真想一脚蹬死你。现在定你一锤。你俩要是来我家，最好不要这样，都被我蹬出去。这样蹬你。宝娟，这药怎么这么苦？